个小时没有等到你，你的手机一直都是满提醒，难免会怀疑和闪耀的心情，在这么一个不给力的天气，在你们聊了什么话题，说那些专属于我们的甜言蜜语，你只会跟我讲女人的道理，给别人就换了语气。 Oh no， 我也想要心开口的底气，可手机密码还是1217，当你的点滴上的生活里，新的存在人的名字更是忘记，那我们算是什么关系，曾为你不顾一切的感天动地，到头来一个只敢问我自己，不如就给我个彻底。